大家好，我们是菜罐双头。大家好，关关，果然这一天还是来了。好，只剩下一位观众看我们表演，就是现在。我们还要认真表演。当然了、啊，就算这个观众也是要好好表演的嘛。我不要，不要。他没笑，完全没笑。会不会是因为他是日本人，所以听不懂？不不不，应该是他是大前辈，所以很严格吧？哎，镇内是前辈，绝对是吧？他是我小弟吧？不可能啊！谢谢大家，有助。